你就是本届二号猎魔团的团长，嗯，很好。团长，你怎么这么轻易不受答应人家领队的条件啊？我来保护婴儿，你蛮行善。大家伙得罪了。三分钟内不能获胜，那一号猎魔团的称号就让给人家吧。不错，没让我丢脸。那你们也赶紧回去和亲人朋友们告个别吧。哦。